是两年前，然后我一住酒店里面，我就把视频发给妈妈还有姐姐，因为两年前在我的房间是很热闹的，就是我的侄子啊、侄女啊、我哥哥、姐姐、姐夫啊、嫂子啊、我妈都在我的房间。昨天我来的时候，冷清清、孤零零的一个房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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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暂停，好，这边有麦克风了。五六七，一二三二四，五六七八，四啊三四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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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咔咔咔咔咔咔咔 ，pose pose pose， 嗨，一二三四，嗨起来 ，Let's go。老大，前面那些都去掉了，因为估计是他们会先有个升降在下面，上完唱一首歌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做。我给你看一下那个视频啊，欣赏一下我老大。我昨天花了三个小时去背前面那一趴，到时候有没有一个外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没关系，看你扔在哪，看你扔什么时候看到，顺便帮我拿一下。好。
第一次现场打 live， 真的直播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哪来的勇气，因为这个一失败，全国的观众就看着我失败，没有第二次机会。所以但是我成功了。我看到前面出汗了，